家好，我是吴云达，看是我三舅。大家好。我们两个来吉林了，因为他要早上空腹抽血检查，所以我们都没有吃早餐，就匆忙的出来了。现在去，这个检查完了，现在去吃个早餐。보름때빙암냐언제그거제일무서운고비보름때있나태핑저기태핑저기지나자오신제말부두바이혼든내말아흐다그저렇지않은沙葱，干肉沙葱，这个叫什么？干肉可是。这速度就三点半。我以前做过三年生意嘛，他把那个，哎，没有那个大厨，他就扔给你搞了，现在，我操，听不到吗？二年级了。光盘，下午快晚上了，我们要做饭。做好啦，简单的这个炒菜，这个是我妈妈的绝招，我做的不太好。肉炒胡萝卜丝，三八强喽，欢迎进入到蒙古语教学环节。今天我们学习吃饭用的这个筷子的蒙语。筷子呢，用蒙语叫萨布萨布哈萨布哈。这个布不能拉长，是一个短音，就可以了。萨布哈萨布哈。